哪一片最漂亮？找一片漂亮的拍照。这次应该拍一个合照。对，好啊。有点破了，但是。它如果这个开的一片很漂亮。你应该自拍，然后慢慢。因为现在其实厂商都在卖电子书，而且年轻都在看，都用电子书在看。对吗？那个阳光有点那个问题。太阳太大了，我用录影的，一格一格啊。啊，回去再删啦。
亮的耶，可以近拍。蓝色的，紫色吧，那蓝色。蓝紫色，花也紫色的。嗯，特别。画无法对焦呢。居然走得不见人影。都有一定耐心，你看他画蜡，他画蜡，大彩啊，那他学过啊，蜡本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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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艺术的东西呢，不是学过呀。你知道人家我们现在在跟他画了一百幅。附近的人，车子都开好快啊！